彩的吉祥如意歌谣班，我们带来的是也是歌舞的表演哦。嘿，客家国舞的赏析好了，嘿，项链、清水坑，还有客家法布伞。好的，要有国舞啊，有国有舞。还可以客家法布伞。好，客家法布伞啊，是第一个节目啊，谢谢。好，我们的掌声，热烈鼓励。好，艺术歌诶，客家法布伞，还有带肯定客家传统的歌曲《平板》，什么太家人掌声鼓励。请
吉祥如意歌谣班所带来两首非常动听的客家流行歌曲。